今仔日是三轮国小校庆，现场除了有精彩的艺术表演，学校也特别安排母亲节的活动，俾予学生一个机会感谢照顾因大汉的妈妈甲阿妈。让小朋友把卡片呢献给他们最亲爱的家人。那先呢做奉茶的活动，之后呢就是为亲恩哈，我们准备了面线，然后喂养反哺之恩。因为透过这样子的活动，希望说小朋友对家人能够心存感恩。囡仔跪伫口卡，请妈妈甲阿妈食面线，这动作学家长拢目口红。学生也将卡片写每一句话念予妈妈听，现场气氛非常使人感动。妈妈，我爱你。每一次你都在我身边默默的保护我，当我的 super 守护神。也谢谢你为了让我们吃好住好而那么辛苦的工作。卡片内面写的每一句话拢是要对妈妈讲的，为吃面线交上卡片的过程，拢让妈妈跟阿妈目口红。把我的手摊条条，陪着我慢慢啊行，到那个细汉的时阵，我牵着恁的手，一步一步伫咧学行。很美好，都是我们喂他们吃的。阿姐问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常的感动。看着这个卡片，他写的内容蛮感动的。今天被面线的那一刹那真的很感动，想到以后我老了，我不能吃饭的时候，就是会这样子喂我们。我们大声的说，很感动，希望大家好好努力读书。好好特别安排这个活动，想要让学生体会父母饲因的辛苦。说让妈妈跟阿妈感动到流目屎，不过经过这件活动，也相信这份感动，因也永远记在心内。记者郭永平采访报道。